约翰尼斯堡发生了瓦斯爆炸的意外，导致繁忙的街道被炸出了一道的裂缝。发生起爆的地点呢，道路坍塌，汽车翻倒，消防队围起了现场查看损害的情况，同时救援伤者。约翰尼斯堡繁忙的街区呢，疑似因为地下天然气管线爆炸遭到严重的破坏。有目击者指出，爆炸发生时呢，先感受到了地面震动，接着听到了巨响。当局表示有九人受伤，受到了重伤，被带往医院治疗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